大家好，这里是季叔星座运势。在观看运势的同时，也要多多支持这一书的星座漫画哟，需要你们的大力大力再大力的支持啊！白羊座爱情运势稍稍弱一点，金牛座倾向于独立作业，双子座财政的拖延只会让你损失更多，巨蟹座有心动的迹象也，狮子座加强耐心才好，处女座来一次浪漫的约会，天秤座爱情运势一般般，天蝎座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动带来不少压力，射手座做些事情前还要考虑，摩羯座单身者桃花不错呢，水瓶座想要改变现状，双鱼座爱情上受到来自家人的压力，最后还有一丢丢福利，加微信公众号这一书说星座回复占卜，可以塔罗牌占卜。